冠军赛这两位算是第一次参与，今天的疯狂大游行也是第一次参与，赶快讲一下后面这么多观众，然后街上这么多观众叫你们的感觉。很开心啊，然后第一次这样子的感觉，然后希望球迷还可以这样子每年的为我们加油这样子。不，你知道你有一个新的绰号叫神话一哥吗？你的话真的很少哎，多讲一点。就是谢谢今年那个球迷一年来的支持啊，然后对，谢谢他们。好，换子鹏，这么多人在叫你的名字啊，你刚刚还这样挥手，你觉得自己在选举哦？觉得自己像那个竞选的候选人。不要闹。我花要跟十号队友，啊就，哎呀，别闹了，这样不自然嘞。对啊，就是，谢谢他们一路上这样支持，然后希望他们继续支持我们，然后我们会继续加油。昨天你喊那个对不起，真的是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。哟，真的大家都笑开了。好了，没有啦，来参与这一个蜂王游行。不要哭，昨天差一点让你哭哎，真是的。好，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打算？现在打算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没哭，打算了，让自己心脏变强，把心脏练大颗一点。就是总冠军赛给你的一个结论。对。阿布，那这一次总冠军赛带给你的经验，你觉得自己提升了什么？信心跟一些比赛的张力啦，那希望未来可以用得到。告诉大家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？接下来是3连霸，没有什么好讲的。学长一直在看你，有什么话要跟他讲？谢谢学长的照顾。对，谢谢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就把